爸爸，我们今天不带车，要一直走路哦。你不要踩它，求你了，炸了！啊！带，爸爸，这是个打招呼方式，不可以，不可以的。我们在这边有大哥，不礼貌的，不礼貌的，不能这样子。玩，对爸爸妈妈玩一下就可以了，不能在外面这样踩别人了。开心吗？小土豆。给。跟着爸爸。开心开心，走吧，走了走了，妈妈想去吃粉。对的，那边，爸爸在那边。你会不会走楼梯啊？啊。咦耶，咦耶，咦耶，好，去牵宝宝吧。你要不要宝宝牵你？不要啊。哦哦，你要是不是？啊，妈妈拿，好，好，他一旦我们两个一起牵，他脚步就会开始变重，对，他会把力卸在我们身上。妈妈今天只牵了你一根脚趾啊，手指啊，脚趾，你要自己好好走路啊，不然你要摔下去。爸爸，哎，爸爸，哎，妈，爸爸，好玩哦，乐宝。笑死了，去坐车车。干活，你要哪一台？你要哪一台？你选好。你干活啊？选好了。选好没有？你是不是要做特警？哎呀，我进去。好，那就做特警吧。嗯，好。我爸陪你做。选好了。坐车车。可以。男仔嚟呀，男仔，男仔嘅都唔惊啦。哇，你坐在这里，欢迎光临。哇，犀利啊，犀利啊！游戏马上开始。哇，好玩吗？啊，你知道这个开起来的感觉像什么吗？像什么？像我们以前在墨尔本搬家开的那台丰田面包车。真的啊？对啊。嘣嘣嘣，来！对，你看。啊，林建成。厉不厉害？你是呆瓜啊，那就这么牵手抽可不可以？你在干嘛？丹丹啊，走了好不好？去坐电机好不好？开电机去不去？
乐宝，你是懂搞事情的。不是你，你先摸着他的脸脸吗？你怎么又把他推开了？怎么贴贴的？怎么先抱抱再贴贴？好。可以可以，反复我。你后面啊，走了，回家了。你想去哪？我要回家了不？爸爸妈妈都要回家了不？爸爸在下面，嗨，你要干嘛？哦，不舒服还没？你快点走。那个家长他们不是拿那个手推铲车吗？他们把沙子填满了。爸爸想侧翻他，然后那个他的女儿想放正他，然后那个。阿叔他还是啊，他跟说，他跟他说，他说他就原来是他叫他跟乐宝说，妹妹你把那个放纸给女儿玩吧，快送家长，相处不了，不是不让你玩了吧，是就是真的相处不来，不是像个豆腐，他刚才对那几个小朋友也很不客气的，那个叫什么，跟一块豆腐跟水蒸蛋玩，怎么玩得下去、啊？一碰就碎了，他离远10厘米、20厘米外，就是乐宝扬一扬沙子都说小心，哎，抖妹妹小心抖到姐姐身上啊！我窒息，很窒息。那个沙子是他家的，太窒息了。没事，他这样。乐宝，我不是不想跟你玩，只是这样的话，他自己女儿也不会没有朋友。没有朋友的，这样子养的没有朋友，太可怕了。大哥，就是玩个玩具，你管的小朋友怎么样啊？就是我觉得只要你孩子不被抢那个玩具，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就是可以随便他们怎么玩都可以吗？不会啊，他连这连意愿，他生出来是按照他的想法去活的啊。也是，尊重他人命运，放下助人情节。我没有帮助他，没有想着救他，太可怕了，跟个豆腐块怎么玩呢？是嫩豆腐水蒸蛋，所以那几个靓仔就走了呀。头晕，感觉度日如年。你听我说，你度日如年吗？做他老师更度日如年的哥哥，天天找老师，真的老师。你这样屎又要坐扁了吧？我就看你要不要摔倒啊！那姐姐认得出是我的头发跟我的声音，真的吗？看来我的声音很 popular 哦。你厉害哦！那可不是吗？厉害哦！他就是想着那个脚脚玩他。感觉自己干了坏事是不是？